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问说哈，这个不等式组哈，它的图形没有通过哪一象限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呢，先来看这个第一个不等式啊，第一个不等式哦，我们先看等于的部分，等于的话就是一条直线嘛，我把6呢除过来，它截距是2，ry 截距的话是3的啊，所以呢，它这样子。然后大于等于嘛，你把 x 带无穷大的话是成立的嘛，所以呢它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再看这个的话，我把4哈除过来，所以 x 截距是4了，ry 截距的话是2，哦，大概在这里啊，哦，这个随便的哈。好，然后呢它大于等于4嘛，所以是这边的。这边，那这边，它跟这边哈，就这一条直线的上面嘛，这一条直线的这边，所以它的那个共同部分在里面，所以它图形这个，那这个没有包括什么？它有第一象限，有第二象限，有第四象限的，但是它没有第三象限的，所以这个图没有通过第三象限，所以答案是3，哦，答案是3。